然后跟肖战，因为我之前跟他拍过《狼殿下》，所以我们的默契也非常，他也很可爱。他其实就来客串帮角色，其实要一个很强大的对手在你身边。我觉得肖战就非常适合这样的角色，所以他们就找他来，然后我也很开心。然后我们就一起，我觉得他可以让帮助我这个角色更丰满一点。